制喎。上場95分鐘，基華利頓1-0擊敗傑志，呢場波暫時啊嚇，利頓咧就88分半鐘。右邊翼位嘅位置。咁啊，Zozo通常都係打右路比較多啲噶啦，咁啊停開都叫咁啊，單恩奴域就3次啦，係咯。咁啊，單恩奴域其實好多場波都好值得攞啊。呢邊捉翻，因為其實就啊聯賽頭兩個循環方面啦，當時都係基華利頓先開紀錄，首循環就龍馬，亦都係呢個仲犀利啊！踢過日職啊、澳職先啦，中間立翻信，通天老官咧就黃俊浩響度送翻右邊首先，徐宏傑拖拖有個捉個波埋打彈地。心啊，个士气亦都好强啊！交翻过嚟右边长杰，斩唔斩啊？唔斩住，带翻嚟中间上一个 one two 同阿郑就比较好啲。咁啊，但系陈家豪嘅反应亦都相当快啊！其实陈家豪之前有啲赛事演出唔曳嘅，真系咁啊，包括首场系都曾经破过艾华顿嘅12码啦。不过嗰场又好正，我记得应该响将军澳踢嗰场波，哇，好好睇，真系睇到哗哗声啊！好啦，余伟廉撩翻出嚟先啦，呢边徐云强度添，系啊，冇错啊，咁啊对上一次代表港队就2013年啊，睇翻个攻势先，梁振邦传出嚟，哎呀，争啲啊，东方龙狮就可以攀平啦吓。好啦，先睇翻个慢镜啊，梁振邦爆入去，想俾阿霆锋，霆锋已经埋到去啦，不过徐云杰就快一步啊，咁啊将个波解围，醒啊呢个徐云杰真系。佢落腳時間慢半拍都唔得啊！其實佢少少輸足腳呢下就，但最終在徐宏傑喺度咧就幫手咧就救架先，都係你啦，徐宏傑。近期好 fit 啦，咁啊上次李文亦都係靠佢後備入替啦，三個入球都同佢有關啦。咁睇翻個鄭少，好，阿哥斯達一滴二，仲有咧就呢邊咧徐宏傑都喺度嘅。咁之後都過幾月啦，冇入過波，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盡快入波就增強翻佢。交翻俾鍾偉強，斬出嚟、哦，都有啲威脅啊。OK， 再大清就先。哎呀，清過俾人喎、啊，幾手徐雲傑拖直線，再叫雷頓小心，俾人落風，交俾阿徐雲傑大波上去犯規。咁啊，兩邊都有啲 X 傑志嘅球員。好嘢，回翻转头，徐宏杰掹翻成，俾翻上嚟，机会嚟。咁真系要谂下计啦。下个试第一个转身交俾徐宏杰，叫嚟中间会唔会俾翻机会嚟到？唔系，我自己射埋去，想交俾卢卡斯，又断咗啦。系、哎、呢球，咦球正冇吹喎，个波啊继续。总之已经决定咗要射啦，已经。弗兰道再嚟先啦 ，trip 翻埋嚟唔得住。好，嘉耀再嚟过啦，再摆心些少先。大天徐宏杰，哎呀，一个飞铲啊，唔带向个位。分钟啦，法定时间加埋个保时都仲好多时间嘅。徐宏杰，啲45度过场波亦都有啦。啱呢下就喺底线附近位置嘅时候，几有趣、几精彩嘅赛事。国球扯埋，射到呢波，徐宏杰啊，2-1，徐宏杰。国球头槌剑下奇功徐宏杰，都话唔系咁简单噶啦！呢场波真系最后10分钟，真系先系高潮嚟啊！咁啊，徐宏杰呢球嘅助攻头槌顶入嘅第一个入球啊！嗱，国球啦，举高双手，金城路右脚国球，哇、哦！呢下抢点成功啊！佢真系佢个预测力好嘅。今次又是叫做救球第一名，但是变成进攻一方，就不是防守一方了。佢等紧队友上嚟支援啦，徐宏杰叫个队友走位噶啦，佢都咪自己控住个波先。哎呀，康连帮紧你，得啦，我得一分，得一分啦。哎呀，但系呢个时候球证全场完毕，鸡声一响，恭喜李文2-1险胜东方龙狮。继上场绝杀杰志之后，呢场波又是临尾阶段1分变3分。咁啊，李文呢场都即系表现可以话出。